大家都来嘛。能够打的全部打。胜利大道，胜利大道，看看我们的警车哈，看嘛。不得了啊！河川那个安到那对面去了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哼，做梦都想不到，来时候好好的，回不去。反正你这牌整两三个哟。啥子？干年腊月的大洪灾。要出门了？咋？还要多拉伸了？赶上去了不？回家了。大人，你这屋头咋开火了？我这一带，看你外头，看地方好，好深。啊，好深。哎，你看我有好惨。现在是一片荒凉。你看这个酒店给淹成什么样子，大厅都已经给淹了，然后对面江的对面大概淹了有四五层，太可怕了。这个就是洪水的力量，这个是长江是吧？长江。你看那个冰箱过来了啦，赶快吃雪糕，来了，来见证一下水灾后的华龙池，这简直是没法形容。基本上过都不好过，哇，全是稀泥。这是应我们妈的要求，回来看她的房子还在不在。
胜利大道，胜利大道，看看我们的金车啊，看嘛。